赖清德讲要伫巴黎赢我十万票，真正乌白讲，台人疼惜家己人，我们都会团结一起共同面对。这么多次在选举的过程，以及我来北部打拼的时阵，拢嘛家己通知的消息，我才有法度行到今日。所以这摆足清楚，伊拢嘛知影讲侯友宜啥物都唔惊，子弹来了，兴致来了，拢唔惊，他有咧惊，臭蛋、臭蛋、碰碰水鸡、开无目。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赢，尤其我真感谢咱家己人出一个小副总统，伊甲我鼓励，鼓励讲伊对基层的做到副总统，用咱家己人一步一拍认真打拼做代志，尤其国家有难的时阵，像伊伫中美断交的时阵，勇敢站出来。为咱经济来拍拼，伊就用这个精神，那就我同款，伫这个咱台湾、咱中华民国需要安全的时阵，无需要战争的时阵，看到执政党兵凶战恶，让台海出现了很大的危机。我一生信念中华民国，爱台湾多的。咱这家己人一定会站出来，来挺咱的国家，挺咱的中华民国。